啊，若讲到这个拜票，菜市也是真侪参选人一定会去的所在。另外，这个上下班的捷运站口，甲这个大街路口，嘛常常拢会当看到参选人在拜票。加油加油哦！小伙伴们辛苦了，志伟，总算加油加油！再拜托再拜托！甲妈妈阿桑爱手。作为英雄，大话动算，不管是被看作蔡英文副手，互相相关的热情点，也是那样的朱立伦，拢亲身来到市场拜票，要选立委的正大新人，更加爱扫街博感情。你讲话刚刚还帅的那个，万安万安万安，动算动算动算。動算唔啦，甲大家握手，乖拍招呼，问你食饱未？能够选举政治人物，拢会出现伫人客人的市场，到底为虾米咧？早上都很多人啊，哎呀，啊，大部分都是有的都住附近的啊，握手啊，热络一下 ，talk 一下这样子，很热情的把那个证件秀给你看这样子，对，一摊一摊讲，对，那你觉得对他们选情是有帮助加分？这种地面阵要求实际接触选区的民众，那是人多，传统市场上下班一定都会经过捷运站的出口，就连步车车经过时，也有可能会有候选人沿路拜票。如果是新人来讲，或这些素人知名度，如果你有一些既定的政策或想法，可以透过当面的沟通，我觉得那个给选民留下印象的强度，会比你只是在网络上做广告或是发一篇贴文，当然要强很多。不过候选人到市场拜票，也是有美感的。加分的动作，亲像是握手、揽一下，作为翕相沟通证件。不过，若是候选人表现出赶行程、赶时间，或者本身的形象无遐好，拢有可能让选民留下歹印象。市场政治学主要是争取少年人、无政党或者是中间选民，要甲每一项握着的手，拢化作实际的选票。